老谷香、咖啡香、清香沁人心田。近日无锡新吴区红山街道新开了一间的稻田咖啡，稻田和咖啡的组合新颖又合拍，游客一边欣赏稻田和建筑，一边悠闲地品尝住咖啡，尽享乡村田园之美。这个地方让我觉得很舒服很自在，然后我同时也想把我这种感受分享给我的朋友，独乐乐不如众乐乐。也有很多城市里面的人专门过来打卡，然后体验一下他们没有体验过的乡村生活。开业一个月以来，咖啡馆日均售出饮品百几杯，好多游客喜欢坐在一楼靠近稻田的落地玻璃窗旁边。屋企住市区的张女士在朋友圈见到这间稻田咖啡店之后，专登揸车过来影相打卡。我特别喜欢喝咖啡，所以有的时候会跑到很远的地方去，但是稻田咖啡的话我是第一次接触到，这种从那个窗户里面看出来的风景特别好。现在很多咖啡馆选择扎根乡间，和都市中的咖啡店不同，这些乡野咖啡店的重点不是咖啡本身，而是在山野田园间那些值得打卡的风景。现在平时也是坐无虚席啊，大概看了半个月左右，也算是给他们引流或者就是互相合作吧，也没做宣传然后就火了。稻田咖啡点解可以咁火爆？唔少游客表示，嚟呢度只需要一杯咖啡就可以享受天幕、椅子等露营设备，再结合稻田景观，令乡村游有咗新模样。来感受一下这个稻花香，然后咖啡香，就是小时候的感觉，来感受一下，挺不错的。就是带小朋友来看一下稻田，我们也正好喜欢喝咖啡，空气比较好，然后色彩感也比较好。哎，这里的天很蓝，这些稻子也很黄，咖啡店很漂亮。